哇，我喜欢坐到车顶。两个人就当我摆落，坐车顶看风景就好啊。我坐恁去，差不多。泡泡剂的，那点泡泡剂的，我拄啊看到迄泡泡剂的吼，我讲敢那泡泡剂的。来，看恁对泡泡剂怎啊做恁厝安尼哦？恁敢知泡泡剂有啥物用途？吹鱼啊！吹鱼啊！我上台当讲，我意思是讲，泡泡剂，还是罐子？泡泡剂，就得泡泡剂啊，太济了。你唔忙，即摆你当即摆甲你讲，讲我较早食餐厅，不过即人因必须在做工过。啊，暗时啊，八九，比如讲讲约了找人了，无代志，懵过懵过的，自家己的店，哦，看伊是上还是消啦吼。来，我做一个比喻啦吼，做个比喻啦吼。阮人，啊，伊是上还是消？哦，你若果经过驾驶的时阵，注意看，驾驶的路边无像咱遮正零又正酸正硬正无正滑。没压草，不要这种不啊！哈，这都是一个我们台湾很特殊的一个。哎，你就讲，我们所在拢是有这样。你若食过台北的酸，你过来食阮的饮料。我你你刚刚进来时注意点，东山鸭头的扛棒很多，但是要真正像我们东山卖那个阿飞卖的鸭头的，可能到你们可以用咖啡恰了。